主料，牛尾一根，胡萝卜，口沫，辅料，姜，盐，鸡精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将牛尾切的脱水洗净，胡萝卜切块，口沫洗净，所有材料入锅，加水烧开，文火炖三小时，最后炖的剩下了一半水，喝，加些盐，鸡精调味就行了，味道真的不错，简直是一流，哈哈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